公务员、诗人、探险家、企业家，我用不同的身份去感受世界。黄一平、洛英、黄怒波，我用不同的名字去标注人生。把红村打造成世界文化遗产，去冰岛购置300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我深深享受这每次的挑战和磨砺，把不可能变为可能。我很骄傲，我是中欧的毕业生。我今天所有的成就都离不开当年母校的培养。可以这么说，到中欧学习是我人生腾飞的真正起点。我是96级的 EMBA 的黄怒波，我爱中欧，我永远是中欧人。